要挖我脚下，挖爆你脚下！哎呦，哇！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大赚特赚哎、欸！对呀、啊，嗯，快300块了，好爽、啊！一定是杰克不在，真的，杰克不在，那个昏君少了会昏君少了会跟我们抢钱的人，真的。他现在应该一直在打喷嚏吧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耳朵痒痒的。他现在只会讲哦，好爽哦，这感觉好奇怪。喂，光光光，拔豆啊，拔豆啊，这一定是拔豆啊，也叠太多了吧，好痛啊。没错没错，光是踩到西瓜跌倒了。不好说，小心啊。欸、对呢，我们啊。哎、欸、我们没有去拿那个、欸、哦丢哦，我没有拿翅膀，他们去拿第、啊、他们去拿第二个翅膀了啊，忘记有他们不能飞了。哎、欸、我看他好像是方块不够。哎呦哎呦，居然是方块不够。那我们还是有机会是吗？是不是？哎、哦没有没有，他直接叠高飞过去了。哎、欸，他要飞回来，他拿走了，只有一对翅膀在飞，超恐怖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可怕啊！查一下这里，原来是魔法的世界啊！原来是隐形的翅膀啊！隐形的是人。你没听过隐形的翅膀？他嘴我，凡凡他嘴我。你没听过？什么？你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歌？你没听过？不是，隐形的是人，不是翅膀啊。那我们是讲，我们是讲隐形的翅膀啊！你是怎样？我们在讲专辑，就只有你在讲人。我打到倒没对到。对，没关系，凡凡懂我就好了。嗯，不要那坏女人。哇、欸！我真的是发大财、欸，很爽哦。1000多分，爽一下咯。哦，这个好值得吗？什么爽的啊？怎么爽？这么掉、哦？爽完了，爽完了，已经没了。哎呦，爽一下就够了，圣人模式，圣人模式。我的意思就是努力战斗，努力战斗。嗯，我想到一个很棒的方法。又有你要干什么？我现在在他们家，嗯，我要用箱子把他们的梯子上面封起来。哦哦，可以。怎么办？不想离开弟弟了。不要离开、啊。都是钱，都是钱。我看到小帮手旁边有黄金，我就把它挖了。可怜小帮手，小帮手的钱。不会不会，我有用石头补回去，他发现不了的。鱼开鱼肠，这变成石头，这里的地板怎么变成鹅卵石？怎么变石头啊？它为什么变？哎，有隐形的人跟着我，变态！变态跟着我，哎，逃掉！他一定偷跟着我，想对我做坏坏的事情。坏的想，哎、欸，换个角度想，我可以躲在他们家，一直点着那个爆破兵啊！哎呦，哎呦，你好聪明哦！哎呦，为什么？好邪恶！聪明是用在这个时候啊！哇，你怎么聪明成这样？真的？我怎么麻痹啊？哎呦，努力三阶，努力三阶！我们赶快先来买个技能，让他们发光哦！变精进一下。技能技能技能，亮晶晶。中间有一场中间吗？天眼兵也是很重要。16秒。天眼兵，有了有了有了。不对，我发现更好的是技能书商人。哦，让他们永远无法发光。嗯、对。哎、欸，开战了！开战了！有了，中间我挖掉，我挖掉了。我们家楼下有个蓝的。国王，国王。国王在哪？国王，我的国王，鹅卵石都没了，可惜。有，他们有发光，他们有发光。鸯鸯可以分一些鹅卵石吗？我刚刚都掉了。我身上也，我给你26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你都拿去换钱了？我给你26组，还过来我这边啊？你刚刚把鹅卵石拿去换钱了？6个。对啊。竟然会真的有人这样子啊？
啊，换啊，去换钱，很累。全部拿去换钱，换一下，虽然换不了多少，刚好有录音，又嫩又少。所以凡凡，你真的在他们家、哦？嗯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他们讲我奇怪，到底是谁用那技能那么久？奇怪 ，bug 吧？巧克力竟然打不开啊！那技能怎么都不能交易啊？你这样真的还可以睡了？睡什么？你有人说你想睡吗？很想睡啊！可以睡了，可以睡了，你就挂着然后就睡觉，好就睡了。你可以等一下，反正那时间到就是一天召唤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跟你讲，你再过去。重置一下。有个好像拼命在交易的，他打不开。那一拳你在哪？啊，我在楼上啊。啊，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坏轮。这个在往上爬的是你吗？不是，我在你下面。不是亮晶晶的是皮，我看到你了啦。Ghost，我要铺路。不是要石头，哎，痛了。哎。你偷挖黄金被发现了，你要多少、啊、怎样，我是跟你买是不是？哎、欸、这是我的了。哎、欸、到我的盾牌吗？够了，你是这样自己拿。我全都给你了。自己吸，我们家很多蓝蓝的哦。有好多蓝的。我们家底下怎么都是蓝的、啊、两个。我说今天是训练看粒子效果，没有粒子效果啊。哎、欸、他们在炸我们的虫虫。哇，炸虫虫、啊哦、我们家好多蓝哦，那个可是我看到了，没有弓箭。哎、欸、哎呦，有人进来咯。你们小心哦。不知道是哪，跟村民重叠更危险哦。喝打！又有人进家里喽！又有人进家里喽！哇，这把小雨，你看这个人，这个坏人，你在哪？这边亮亮的，他想要弄我们的虫虫。你可，嗯，会，吓死了！养我在给他盖，你防到我。他一盖有没有？走开！坏人，你接受吗？接受吗？坏人。哦，这隐形好好玩啊！有，为什么都敢的？我开始了，哎呦，太可怕了，感觉，傻眼，隐形杀手，哎，巧克力，看聊天室，我看到谁挂在技能书，哎，你们对面用完技能要跑哦，留给下一个人哦，太厉害了，我怕他够死的我的台，我把那个好了。我把萤幕切黑。哎，是不是会爆音啊？我觉得还好。不。好，巧克力。哎，我们家那个虫虫还是他有在偷啊！可恶，坏。我盖一条路过去他们家虫虫。你想看我们家虫虫、啊、有人在偷啊？啊？我们家虫在哪里、啊？只剩一些玻璃了，或是可以换那个香香。虫只剩他的触角了。可能要下一条了，下一条可以放一下，放香香。属性滤镜，我调一下我的 OBS 哈。哇！太坏了！感谢无名超级留言。我们教室有隐形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是有坏人。光，两只，我们叫两只。就坏人。保护光。不要。哎呀，没穿也没穿，很痛，很痛。他没有，他穿光穿，不用穿啊。他想打架，有可能他只是想杀人。滴血，打趴你们这些人！哎呦，杂货人员买怪物公司算什么？他要左右动哎。哦，小雨，住了。小雨，这样说干嘛？我那里自动在爆炸了。不是啊，我封印啦，是我啦。我封印了他们换技能的时间啊。对啊，很他们看不到我们发光啊！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是真的，真的好想你。最厉害都是凡凡啊！哎呀，楼下有人，楼下。怀孕12个月了，波浪符。感谢续订，可是下一个要晚上就破解啦！真的，能够撑住第一天已经超强了，快！
至少第一天我们是无敌的。你家附近坏人，要小心坏人哦。哎，你先换，你先换。好。反正我现在弄屁事。真的。第一次跟台安安哦。哎，我附近有打架声音呢。架声。小帮手，我不是。你虫在哪里？哎呦。真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看到火一直在面、哎，一直在挥，挥空气。他在找我是不是？他是不是害怕帝国王？我们广一定疯掉了。哇！哎、欸，我们的那个虫虫，两只杀进我们家，好凶哦！只剩一个玻璃，好猛哦！哎呀！哦，国王，你要撑住啊！国王，重生卡住啦！重生卡住！哇！财神爷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有弓箭了，有弓箭了，小雨。哎呦，好，没关系，他看不到我了。啊，他好像是国王。有些组坏掉。不能 ghost 啦。他是偷看吗？对啊。阿燕，他们有人专门穿衣服吗？哎、欸欸，可惜。要下去了。我刚刚正要过去炸他们国王的。我们家有人哦，我们家也有人哦。有啊，我们家有一个穿的装在外面打架。觉得凡凡那个一定有怪怪。怎么有怪怪？不是这两个是自己家的队友在互砍吗、嗯？他们怎么可能看得到你在哪、啊？对啊，没有不会动哦，粒子效果都没有，都没有粒子效果哦，而且你是往我这边狂挥的哦，不要骗哦。一般最好会找到那里耶，你刚刚死在那，我还真的没料到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重开一个，你们撑住啊。没问题啊。我不小心把炸弹全部都丢出去了。哇！你又怕摔下去。早知道我就换手榴弹了。一楼有人，一楼有人。浪费。我挖个浅浅。浪费。没关系，我因为我钱太多。钱太多，随便找都可以啊。对啊，我嫌钱太多啊。钱太多，两个。哎呦，我们现在有那个咯，发光哦，除非你死掉。一个好快哦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个。哦，反正是你在炸的吗？是我在炸他，我刚才炸他人嘞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不知道，我只是来捡绿宝石而已。啊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。很痛，很痛。哎、啊，没关系，我捡走他们绿宝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赚个钱，傻眼。国王嘞？你不能看台打杀我啦！哦，我看到他们国王，二楼一样，交易所，交易所。好好好，他国王有穿装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！我在炸他，我在炸他！哎呦呦呦，炸到炸到炸到！六六六！你可以吗？有。可能不太行，但我尽力。有有有，后面也死了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！拿到了。你后面没事，你后面应该没事吧？没有，我越捡越多血球，我边走边炸，好屁屁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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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放屁，我放屁。你左边嘛，好好好，我去掩护你。这边这边，五十秒五十秒，有了，你上得来啊！我帮你挡，我帮你挡，我帮你挡。真的很极限的时间，不行不行。这里还要挖，应该来不及了。想去买弓，小心！你们去左边掩护巧克力啊！太远了，我还是努力。加油！七十几秒。哎，冰有什么重生？什么都没有。自己垫比较快。哎，你顶到头，顶到头，顶到头！哇哇哇哇 ！sorry。十二秒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！相信那个，我相信的。不行，他还在更高，他还在更高啊！七秒啊！完了完了，20加时间，哎呀，差个十秒钟，哇，可惜可惜可惜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是一个不错的尝试，真的，确认吧，结论吧，确认吧，差一点而已哦，嗯，哎呀，哦，有翅膀哎，偷回来了，强，你偷回来的哦。先放那个吧，保险箱好了。嗯，这是谁的绿宝石？
有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哇，两个翅膀都有哎、欸！我那应该是杀回来的吧？因为我记得一个是飞过来我们这边的。两个翅膀都有了，屌，要屌！那对，记得按准备哦。没关系，那个一下就过了。谁掉翅膀？我想想看有什么白痴的玩法。翅膀飞过去，其实我们的那个空桥就已经可以到他们家了啦。嗯，那。等一下啊！急速的招上人，中间抢中间，中间抢中间。哎、欸，谁偷领我的钱？谁领的钱？想抢中间装备回来了，直接炸掉！等一下、哦，好，小雨换你，直接把中间给炸了。傻眼，直接炸空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有钱？嗯？啊？哎、欸、啊！他又见什么钱？为什么别人领钱我有钱、啊哦？你不只有钱，你还有金苹果啊！太好了，你抢我钱吗？金苹果不会，他不会倒领啊，他只会帮人家领出来。嗯，没有，有一只在我们从那边哦、喔，有一只在从那边哦、喔，他拿金苹果，哎呦，可以换个工去弄他。他在有一个在炸我们的补血塔哦、喔，嗯，有一个在炸补血塔。干嘛、啊？我们家后面那个金苹果怎么又来了？露米也是锁链装哦，对我还没换，等一下国王大人在那个地方，国王大人，你在那个地方我点不到，完蛋了，我又 bug 了，我要重开游戏了。重灯嘞，重灯就好了吧？我们那个补血塔谁可以过去弄一下？我不能。那个丫丫你可以吗？手下补血塔。我被缠住了。